大家好，潮流都市神格觉醒，两人四的香港赶快打金刀好玩的游戏，来我们这个众神派对一起嗨嗨。没事啦，就是我们今天还得换个造型嘛，对不对？得让自己有一点这个潮潮的感觉，像这样子，有没有穿这个帅气的这个哦牛仔外套？哎，但我里面其实很窄，我的衣服是这个86哎。哎、欸，完了！是不是油味都飘出来了？好啦，不过今天还是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好不好？我们这边也小小的除一点。上次很简单，只要我一那个，我上次只要这个，马上就下去。我上次每撸都是出蓝色的，但今天不会，好不好？这款的保底哇，理论上100抽再衰都会有一只，然后还会有类似这个新人回响的奖励哦。我目前已经抽了411次了，然后只要抽到700，哎，可以拿到一个未收入的五星闪耀带品种。我今天是预计就至少要把宙斯给变出来。哎，我刚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呢，我都410了，是不是刚会抽700可以拿到一只闪耀啊？好啦，不然就这样啦，刚好700好不好？凑个闪耀，我们这边补个289抽。好，不然这样好了，如果我抽到闪耀的算两只，敢不敢？就是五星的，五星闪耀算两只，但闪耀几率我记得是超低了。我操，0.01717，就是其他都比较高啦，其他都是每周0.03还比较多，闪耀几率真的很低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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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欸、有没有感觉我今天很有 feel？ 金色，谢谢。好啦，大家不要紧张啊，才刚开始啊。我好像不要太认真转，我不转了，我不转了，我好像不能转了、欸、我记得我每次转都转这样的、啊。啊，我不转了，我不转，总不可能我转的问题。来了吗？第一只是不是就闪耀了？是吗？哦呦哦呦 ，Doki Doki， 我的心 Doki Doki， 哎，有料，这是强的，有料，猛的啊，兄弟们，奥利！距离回响必出传说带行者还有46次，大家不要紧张，这46次跟我没关系，今天不会介绍到这个系统，好不好？今天不会介绍到，来了。发给两只一起做，有咯，发好吧，还是别装好了。来，该不会要介绍那个好用的系统了吧？大家都知道这个游戏，如果你不小心100才出，系统会看你可怜。系统看你可怜，多少还是要给你。不会啦，怎么可能保底？这十连没出，是不是叫那个了？大家不要紧张，不会的。这就是真正的操盘吗？哎、欸，哭啊！来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毕竟我们今天在介绍游戏嘛，这边还得跟大家郑重介绍我们众神派对。就有个非常优质的功能，就是你在抽你想要的角色的时候，如果你真的很不开心都没有金色没有出现，也不要紧张，距离回响必出传说带行者还有六次，只要满足这个条件，必定给你传说带行者，好不好？来了，嘟嘟嘟嘟，啊，有没有看到这个金光？搞不好两只耶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？有没有想过我这里保底拿一只，我再出一只？来了，闪耀吗？哎、欸，哦哟，真的是，佐拉、阿玛、乌奈特、佐拉，大家不要紧张，我们抽个闪耀就是算两只，闪耀感觉要赛狗才抽得到、欸，没事，我就是赛狗，有了，哈哈。这个闪耀等于我四只了，等等保底你有来吗？闪耀，嗯，阿德是你，新手战神哪吒哥哥，
是不是因为我刚刚在臭说要把它换掉，他生气了。哇哈！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来哦！哎呦，狙击手！哎呦，这只铁拳哎、欸，这只有料吗？铁拳是你吗？艾斯、路易斯、火神阿瑞斯，这战神哎、欸，不刷一下 DJ 盘吗？好，我得证明我刷 DJ 盘是会出金的。我目前每次有刷没有出过金，我得证明自己。来了，我得自己证明我操盘是有嗯。嘟嘟嘟嘟嘟嘟，有咯，有没有看到我这个 D？ 有咯 ，DJ， 看到了没有？我觉得这只是闪耀，来咯，哎呦，蛇蛇，哎，不是什么，有只蛇，哦，是个妹子哎，蛇蛇妹子，一飞，我还能吸，哎嘿，赢啦，老板。哎呦，这次运气比上次好很多哦！我想要那个看不见未来那一只。The power of knowledge is limitless. 有一只看不见未来，一只白色的妹子，白发妹。这怎么那么帅啊？艾略特哎、欸，闪耀这个剑是不是很关键啊？抽到吹佛是不是就完了？我记得吹佛好像是闪耀里面评价最低的。猫猫会来防守我吗？来咯！哎呦！这只也不错吧，女娲，风女帝，这只也强是吧？我记得女娲也是大奖。没宙斯没人权，兄弟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们众神派对有个非常棒的功能，心愿自选一次，来了，谢谢，来了，哇，好帅。宙斯哥，敢宙斯哥这么帅啊？强迫中奖！哎，宙斯太帅了吧？他怎么帅成这样？好了，各位超六都是神格觉醒。然后是各位，如果对我们众神派对有兴趣的，可以打进到好玩的游戏。那今天好玩的游戏就到这边结束啦。